刻我非常荣幸能和我自己的妹妹合作，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能够擦出不一样的火花。艺人小 S 与林志玲一同登上大荧幕飙戏，为国片再添可看性。身为在地企业的凯擘大宽屏全力支持国片发展，发起包场活动，免费回馈收视户。今天在现场啊，也有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小赠品要送给大家。那只要在现场，只要帮我们拍照打卡，我们就是直接赠送给客户。凯擘大宽屏旗下的金频道新台北大安文山阳明山有线电视特别选在南港新开的影城举办包场回馈，还在现场举办多样性的有线电视体验活动，让许多获奖的收视户早就抵达现场一起同乐。我收到没简讯，自有就用了。哎，他开始就用了。那知道自己被抽中要来看电影的时候，的心情怎么样？哦，很开心啊。身为台湾数位有线电视龙头的凯擘大宽屏，不仅全力发展数位化，还用实际行动支持国片发展。身为金频道新台北大安文山阳明山有线电视的总经理王建文表示，企业资源取之于社会，就回馈于社会，能够透过实际行动带动台湾电视电影产业持续向上发展。凯擘大宽屏不仅当仁不让，最主要让所有观众都能持续收视高水准的数位影音服务。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郭正明采访报道。